哦，无闲几工啊，即阵会使小可休困一下。伫遮有精彩暗时新闻，主题分享，予你上轻松的暗头啊时间，请收听每天下晡六点半到七点的暗时报报。Hello， 大家听众朋友，晚安，大家好 ，Good night， 晚安安。欢迎收听每天暗时六点半进行到七点的暗时播报，我是主持人阿秋。好了，今天是9月7号啦，吼，9月7号礼拜四，先来关心最近发生的重点新闻。报报，重点新闻。台中市丰原高中一名高中生疑遭师长霸凌轻生，日前学校重启调查，霸凌因应小组认定霸凌案不成立，属于不当管教。高中生父亲对此表示非常失望，将提出申复。公布国内今年首例长病毒死亡病例，为南部10个月大的男婴，在8月8号失去意识且无呼吸心跳，送医急救无效，在当天死亡。检验确诊为长病毒D68型感染并发重症，包含死亡个案在内，今年累计已9例的长病毒感染并发重症。这长鼻窦这恐怖的啦，大家咧要食物件进前咧，一定要洗手洗好清气哈，唔是安尼七彩绿绿的尔哦，爱用这湿文啦，还是讲洗手乳啦，搓，那弄一弄咧，连指甲缝这边啊都要洗干净才可以进食哦。这肠病毒啊，不可小看呐、啊，尤其是小小朋友、小孩子哦，一定要重视啊！这个卫生习惯呢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忽视了。好啦，那么新闻播完咯，咱来为大家播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费玉清小哥所演唱的《神秘女郎》，一起来揭开面纱吧。暗淡的灯光使我迷惘，你不要对我望，将来和以往一样渺茫。就算你看清我模样，就算你陪在我身旁，也不能打开心房。你不妨教我神秘女郎，
就算你，就算你看清我模样，就算你，就算你陪在我身旁，也不能打开心房。你不妨叫我神秘女郎，你不妨叫我神秘女郎。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够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啊，你哪会知？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哈，这严重哦！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中游，可是鱼是什么啊？诶，是不是恐龙啊？应该是吧。海洋遭破坏，鱼儿不再来，网开一面，鱼儿更自在。渔业广播电台，请您正视海洋生态环境保育，不过鱼，不污染，栖地不破坏，别让下一代不是鱼滋味。抱抱，醋笔单丸。爸爸，我是主持人阿秋。要来讲到的是每礼拜是台湾主题社会关怀。今日阿秋要来带各位关心到：上帝爱你，上帝爱你，神爱世人。Oh my Jesus！ 的相关议题，大家来甲关心一下。哇，手机那是要化身成传教士呢哦，不是啦，要跟大家讲呢，有一些教会啊，然后呢，有一些关怀协会啊，哇，到处的来分享爱、散播爱啦，非常的温馨。这是2023分享爱无限呐吼，2023分享爱无限的行动祝福，好邻居呢都收到了哦，非常暖心的祝福啊！礼券、物资、祷告、关怀，传递上帝的祝福。所以呢，有很多好朋友呢跟大家传福音呐、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那和平的共处，生活在一块。宗教咧，唔是讲无好啦吼，卖太过度沉浸就好了啦。那我们很虔诚的去祷告呢，这个是可以的。为了关怀社会上需要的角落，以实际行动祝福好邻居。夏凯纳灵粮堂、
士林灵粮堂以及中华人亲社区关怀协会、亚比斯基金会等等，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分别在士林区、中山以及内湖区展开了2023分享爱无限的关怀活动。两场爱无限公益活动共计祝福了士林区超过了300位，中山与内湖区超过了100位的中低收入户家庭，期盼透过礼券以及物资的发放、祷告关怀等等，让这些好邻居真实感受到上帝的爱。后续还将持续有深入关怀、探访行动等等，期盼每年的爱无限公益活动不只是一次性的物资支援，更是长期关怀，让好邻居都可以得到帮助，也认识上帝，得救感恩。行动呢还扩大办理了受惠家庭，从双北到了花莲。此次的爱无限公益活动执行单位中华人亲社区关怀协会秘书长叫做张安慈，他表示透过跟由 TVBS 信望爱勇士基金会发起的爱无限系列公益活动，教会倾全力参与，弟兄姊妹们乐意出钱出力，一起祝福好邻居。今年已经迈入了第3年，连续3年进行爱无限的公益活动，让大家看到社区邻里中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和艰难，尤其是疫情之后就业机会更少了。然而我们深信个人都有限，但齐心合作就会力量无限，因为有很多热心的民众以及企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一起参与，让今年更扩大办理，增加涵盖范围，从双北地区延伸至花莲，都有许多的社区朋友家庭受惠。其中一位参与爱无限活动的志工也分享到，看到长辈们的热切期待，相信从手上传递出去的礼券物资能够帮助到许多家庭，减少他们的负担，另外也很感动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志工默默的用心付出，只希望大家都能够过得更好。志工说他很荣幸能够参与其中，并成为传递美好善意的中间桥梁。夏凯纳灵粮堂持续关怀97岁的长辈，重拾生活盼望。除此之外呢，教会也持续的关怀行动，盼望能够延续爱无限的精神，将上帝的爱与祝福带入每一个家庭。这3年，透过爱无限公益活动，教会也接触到了一位今年97岁的长辈，他独自照顾有病痛的妻子，还有中风的儿子，一直以来是教会发送物资的对象。而当志工在探访他、提供爱无限公益活动礼券和物资同时，他非常的开心和感动。在持续关怀陪伴下，这位长辈不仅有了生活的盼望，也因着认识基督信仰，经历到上帝的爱，受洗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所以呢，有时候啊，在生活很困苦的时候，或是遭遇到很不幸的困境的时候呢，寻求一种寄托啊，还有得着一种信仰呢，也是可以把自己从这个深渊中呢给拯救出来的。所以啊，不论是这个佛教啊还是基督教啊，都是秉持着感恩的心去看待，然后呢信仰，虔诚的祷告也祝福。阿们，阿弥陀佛。想爱无限的相关议题，先分享到这，咱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样是上帝，上帝哈，上帝，上帝也哭泣。这条歌是王杰先生所演唱，大家做回来欣赏。即将闭上我的眼睛，
不知道是谁在身边哭泣，是谁轻言在叹息。此刻我感觉好像是上帝在哭泣。我虽然已经离你远去，只是心里还是放不下你，因为那人间已变得无情，连那六月也会下雪。原谅我永远不能再给你春天。哦，这样的世界，太阳何时出现？上帝也都会流下眼泪，因为姐的心就是你的心，问你是否真的能了解，连上帝他也都在哭泣，为何人们不愿付出真情意？问我的世界为何在下雪，太阳何时才能再连上帝他也都在哭泣，为何整个世界充满充满冷漠的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哎，冷气是吃电怪兽哦。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爸，你哪会这么多信息？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啊，你有交回无？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常常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提高警觉，别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以上广告由行政院。生啊，生啊啦！我有听到渔业广播电台咧放送讲，阮某生啊呢，叫咱赶紧回航啦！哦，真的哦！阿发啦，是准备收网啊啦，咱赶紧来登哦 ！Yes sir！ 有任何海事海难的发生，或者是失踪人口的消损，警卡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00-1666。配偶今天准德兴河站月28号半暝啊，去予一只货轮坠落，不幸冰船船长杜天祥依然下落不明，要请伫个配偶附近海域航行专家的专家到场来找查。出海这么久，哪都无消息的。离婚离合的人生，希望永远关心你。变化多端的天气，希望永远守护你。海上射击有个，海上航行的安全。提供以先提醒您，渔业广播电台跟您永远行作伙。好，欢迎回来暗时播报，我是主持人阿秋，继续来讲到2023分享爱无限的相关议题。教会多年来投入社区关怀的工作，并透过了人情协会关怀志工，在平日的时候呢，访视社区中的独居长者。曾经有一位阿姨在拿到物资之后呢，就深受感动，跟志工分享：“我是靠回收的来过生活的啦，非常感谢人情协会提供物资啊。”另外呢，也有一位阿伯。一看见志工便询问了另一位独居老奶奶的状况，原因是因为那位老奶奶独居又重听啊，忧心呢她如果在家里跌倒了出事没有人知道。当志工告诉阿伯有去老奶奶家按电铃有一门，阿伯才放心。所以大家呢都是很互相关怀的啦，蛮热心的哈。农历年前也曾经邀请到了教会青年一起到旧社区访视独居长辈，透过陪伴长者说说话、聊聊天，为爷爷奶奶的脸上带来了欢笑与温暖。那么说到神爱世人呢，其实也蛮感谢一些教徒来贡献温暖的哈。那为了肯定宗教团体贡献，新北市政府日前也举办了2023新北市基优宗教团体表扬大会，是由市长侯友宜颁奖的，表扬了105家的基优宗教团体，包括公益慈善、社会教化以及个人奉献三大类的奖项。授奖的时候啊，补前福德宫更直接捐赠了600组价值1100元的普渡物资，以及34万元的现金，市价达100万元。主委廖荣清表示，非常乐意将宗教资源回馈社会，响应慈善，也期盼引起各界共鸣，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宗教团体一直都是市府的重要伙伴。侯友宜表示，感谢宗教团体平日致力宣扬宗教弘法之外，在各个角落默默行善，发挥爱心，使社会充满正能量。
民政局、社会局等等的各机关也会持续深化与宗教界合作，让宗教团体有更大的空间推动相关的事务，持续为社会弘扬济世爱民精神，让爱充满人间。民政局局长柯庆忠表示，今年有68家的宗教团体获得了公益慈善类的奖项，捐助总金额高达2亿5000多万元，其中板桥慈惠宫以及板桥接云寺捐款皆高达了1000多万元。板桥慈惠宫、埔前福德宫、南山福德宫以及佛光山、泽善寺等等多家的宗教团体更是慷慨解囊，捐赠警消、义消等等设备以及防疫等等物资，提供了最及时的支援。柯庆忠表示，今年绩优的宗教团体得奖者经由各界推荐，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地方服务、社会贡献，这样的大爱精神是不分县市以及国界的，其中更有不少的宗教团体获奖多年，对公益付出深受各界的肯定。没办法，要做爱心的大家做回来做啦，无论是私人的啦，还是讲哦这团体啦、社会啦、这机关的啦，大家都做回来做，这社会较温暖啦。好啦，那么时间的关系咧，节目差不多来到尾声，最后要为大家播送一首歌曲，就要来结束啊咯。讲到这上帝啦、神明啊，啊无来播送一首歌曲。拄只有放上帝的哭泣，对不对？即马来播这个神明的，叫做《借问众神明》，借问众神明，来自五月天，所演唱，大家做回来欣赏咯。1, 2, 1, 2, 3, 4。就慢慢失去，就一点都无用。生命吹着风影，我的头顶开始变天。不免百万大富贵，伊愿意为食百面。只要是看着天边云，一日大到拢有好心情。啦啦啦啦啦啦，借问的众神明，命运甲烦恼消遣看袂到暂时，闻着香花香味，亲像伊的温柔心情。伊讲做人莫贪心，无人就有好毛病，好毛病，行个顺顺好运气，顺顺心心小心意。啦啦啦啦啦啦，借问的众神明，命运甲侬。啦啦啦啦啦啦，咱来借问众神明，人生敢有成功时？男女爱情在红尘，运气缘尽有注定。感情正命有，就是无通用钱，才无使这多你。离开的你，啦啦啦啦啦啦，借问的众神明，命运甲侬有关联。啦啦啦啦啦啦，咱来借问众神明，爱恁甲有回头时。啦啦啦。